咱这个炒到过来位就开始做。我们先炒内馅，因为内馅等一下还要放凉。好，对，赶快现在用在底油，用猪油比较香。好，差不多是多少的量？差不多是三大匙的量。嗯，今天你教咱做这个炒到过这个分量啊，大家可以做几个？差不多是十到看大小，十到十五个的量。哇，像现在啊，真的，我觉得在外面啊，那是被先进进进来个皮子，自己做，而且还可以吃到比较多的量。对啊，嗯，好，所以我们用这个小火。对，那我们要自己看汤那个油葱，红葱头，红葱来做这个油肠收的丢，比较香。好，那个油才，你的这個红葱头切足大块。对啊，较香啊。好，用这个猪油来爆香我们的红葱头。稍微爆一下，把它炒到有点焦黄色。嗯，还变个胖胖。对啊。所以小时候你印象当中，妈妈做给你最好吃的这种点心类，除了有藕桂条之外，昂菇桂啊，昂菇桂也可以自己做。对啊，妈妈是哦，好会做。啊，妈妈你有在做生意不？有啊，我以前我妈妈就是在鱼圈哈，鱼圈在卖这个粿的物件。啊，妈妈年轻的时候也很漂亮，所以生意很好。所以这东西每次我去顾的时候哈。就很多人跟我买，所以我妈妈超喜欢带我去卖。嗯，不是，麻烦你，你讲妈妈带你去卖，啊，你自己还不太熟，卖贵，去做行李啦。做行李，而且生意都特别好。啊，你老带你去卖，干哪？人家都很喜欢，人家都喜欢跟小孩子买，而且呢，我说。我都大声喊说哦，拜粿会烫粿的啦，吃粿哦，吃粿会怎样啊？大家都很喜欢。哇，人讲吼，行李挺歹势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很香，自己弄起来的那个油香。所以其实我们是要那个油吗？对，那个香味，香味就是要那个香味，香气。哇，感觉表情要哦，那个香味很香，很对。接下来就是要炒那个。肉末，肉末。我觉得嘉颖妈妈在你旁边哦，感觉她很想做呢。对，感觉好像你也不用讲话，就是教你做。现在是我啦，妈，你先回点哈，你也秋梅嘛是妈妈教给你的，妈妈教我的，然后后来也有兴趣，对，就在钻研。我比妈妈厉害，你应该是妈妈应该是中式的啦，吼，在台湾毕业，她这个嘉颖算是西式的，后来也非常厉害，对，哦，这个算是有兴趣，然后又把它变成。专业，对，他们现在就是有证照有什么，那我们以前不用了，嗯，我们以前就是照自己的经验这样子，对，这么黑逼黑逼，那可以用刚刚妈妈那一种，也可以，可要切细，可是这个比较对味，嗯，因为它这个哈软跟软在一起的话，吃起来就是比较配合。所以在那里哈，因为咱是搭配这个菜包米，是幼细的嘛，对，幼细它是细细的，就要配这个菜这黑逼，所以什么配什么都刚刚好，哎。然后我们要把菜包米也是下下去，下下去炒香。对，就是丝。那你也可以用菜包米啊，也可以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加一点调味料，这是酱油，酱油算是一小匙的酱油。对，然后胡椒粉，少许胡椒粉，拌匀就可以。需要加水吗？不用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把它炒香炒匀就可以了。对，然后最后再把我们炒香的刚刚的红葱头也要放进去，放下去拌匀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们这个炒料就可以准备备用，对，这样就可以备用。这独家那炒好香哦，当然那个气味加上，那自己炒的话就是甜的、咸的，那个口味都可以自己调整。嗯，好脆，很脆哦。菜包米有那种咔咔咔的吃的那个口感。对，接下来要做这个皮，对不对？皮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要加一点糖。刚刚已经是这个糯米粉加上再来米粉。对。那它的比例呢？就是那个糯米粉是300公克，嗯，然后那个再来米粉差不多2匙。好。对。然后加一点糖。就喜欢吃 Q 一点的人。就不用再来。对，年轻人可以再来米粉放少一点。啊，如果出来的那些有老多啦，我阿妈阿公爱吃这边，这再来米粉可以放多一点，让它比较软。对，他假牙掉下来，所以我们就是没有。现在那个假牙粘着剂也都蛮好，粘得很紧啊。那这个就是弄好的那种。出七咖粉，对，七咖粉，七咖粉，你讲这个出咖粉，现在有得买，有，哦，干货的地方，南北杂货，南北杂货都有，它专门做干的地方。对，那也是加一点水，慢慢的加。刚刚啊，它拌在酱粉里面的时候还比较白哦，对，现在慢慢出来。起码你加水了，听懂啊？它那个青绿色有点点跑出来了。跑出来了。
这样就可以了，你可以揉成团就可以了。嗯，好。那我们就要放1/6的量下去那个水里面煮。这跟上次我们做那种客家的憨鸡包，我整包很轻松一样，煮差不多2-3分钟就可以了。你看它颜色会变哦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煮滚，其实水开了就可以了。对，这样差不多就熟了。啊，妈妈小心烫哦，你看它这个颜色，就颜色会比较绿一点。煮起来，跟它撒水饺赶快。对，哦，它那个颜色有整个差异性，你就会发现它煮熟是这样子哦。对，那稍微会有一点点烫，没关系。因为我们戴手套都没关系，还好，很方便。这样就可以了。欸，有哎，现在整个面团这样就好了。哦，有，它真的 Q Q 的 ，Q 非常 Q， 软 Q 软 Q 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好，面团差不多50克。嗯，其实这看大小粒，拢自己爱爱吃啦，啊，自己的馅就可以多一点。对，它澎湃。哎，哇，好有趣哦！我头一次做藕龟飘，也是第一次包，超阿贵，超贵，太好玩了。这个就是包成圆的嘛，对，一定就是咖喱啊，包想要包什么样子都可以，放在粽叶上面，嗯，才有那个香味出来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哇哇，妈妈你看，它又做成那种水饺形、圆角形，对，那你可以做成圆形，哇，蛮有创意的，蛮有创意的，像咖喱饺一样。嗯，我现在发现啊，带着家的师傅在走哦。我自己都惊讶，我的手变得厉害了耶！好巧哦，以前我是完全不会捏这种有粉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但耍就是爱来吹掉，就可以拿下去蒸了。那它这个要用什么样的火候下去？差不多用中小火，那差不多蒸15-20分钟。这项料理上重要所在就是不会处理。首先将糯米粉300克，再来米粉20克，少许的醋加滚，糖加盐拌和搅揉成团后，取2小团入沸水煮熟捞起，再拌入其他面团中，这样子就能够使皮更 Q 哦。形状哦，宰人变化，叮叮，你看我包的，哎，吹起来就碎了，好漂亮哦！我头一次做的这么成功，可以做师傅了啦。哎，真的，但是哈，妈妈赶快来去家看麦，给那里上班是帮女儿检验一下。对，刚刚是这个皮子就 Q 哎 ，Q 哎，好 Q 哦，而且放冷一点更 Q， 嗯，很香，它里面的味道就是很香，哇。好吃哎！哎，真的脆的萝卜的脆，嗯，真的青出于蓝呢，真的很好吃嘞！哇，真的好吃，很厉害哦！真的，超阿贵，这个皮吃过，淡薄甜甜，对，然后加上吼，咱内底啊，安尼咸咸，哦，淡薄脆脆，这个菜脯味，然后带一点点的肉末香，其实整个吃起来就咸甜咸甜哎，对，而且这样子一点点的再来米粉加进去，它真的吃起来是比较软，对。跟刚刚那边讲这个藕龟飘的口感有点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。嗯，哦，太好玩了。黏牙，所以哈，这个很好吃。真正吼是够趣味啦，今天你真的学到好多。